那给你们看一看前面的、啊。乌云密布。啊，这里是很美了哦。来，我们看看他怎么来开船。我打的本地啊。打的啊。跟他的福建的。福建。大家早上好，叫小Win，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去了华人博物馆，看了回去，然后想了很多在小时候的东西。我外公也是镇江论文来的，所以下来这边吧，看这个。是吃了的，带他们来吃。节目还没开始之前，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观众朋友们，记得打开去按赞订阅，还有打开小铃铛，谢谢你们哦。A few moments later， 好，今天带你们来 Putrajaya 坐船。然后看整个 Putrajaya， 了解整个 Putrajaya 的情况。等一下我们就去坐船啦。他就在这个水上清真寺的旁边。不戴帽啊？对。那边有人看。那应该蛮久了的，只是我是马来西亚人，我都没来做过。今天第一次来体验，给你们就是绕完整个 Putrajaya， 应该是这些吧。绕完，这个就是水上清真寺，之前我那一期视频有拍到的。就是下去那边买船票了。现在要下雨了，应该会买那个船票是不会淋到雨的。好，我们现在来到下面这里了，要买票了。那就是带你来游玩整个 Putrajaya。Water taxi。价钱的话，如果你要有解释的，一个人大人30块。啊，如果你要没有解释的，也没有停的，一个人是15块。还有几站哦？1、2、3、4、5、6、7，七站。这个是那个门票。外国人就是不是本地人的话，不是马来西亚人，他的门票如果坐这个 bus 的话，一个人是50块；如果是本地人的话，一个人是30块；如果是小孩子，一个人是15块，2岁以上的；如果是老人家55岁以上的，一个人是15块。所以还没来坐过，来Putrajaya坐过的，你们可以过来。他就是在那个水上清真寺旁边的。我们过来这里问那个 information counter， 他就会跟你讲了在哪一边坐了。今天因为我没坐过嘛，所以今天就过来这里坐坐看，希望有一个不错的体验吧。
现在是4点左右，他的船是5点开，所以我们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呢。啊，现在我就坐在这边等了，然后前面就有这个卖东西的，可以买冰淇淋来吃啊，可以买水来喝啊，在这边坐着等。现在要下雨了。风很大，这里好，现在就在那边等啊。哇，那个风很大，风很大，风很大。啊，你看那个旗都在那边飞了，风真大。都在吃的冰淇淋啊，几爽都有，一个吃着玉米，你看，吃冰淇淋，吃冰淇淋，吃玉米，喝100号，风很大，风很大。原来这边也是可以骑脚车的，楼下可以租脚车来骑。现在下雨了，天空不作美。看到人家上来了，他们上来就到，我们下去了。现在也差不多要5点了，要到我们了。所以我们现在在排队，下雨天呢、啊、完了过后就到我们下去了，等一下看有什么好看的拍给你们看哦。记得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观众朋友们，记得按赞按订阅我的频道哦，谢谢你们。好好，现在下来了啊。这边有厕所，要上厕所可以上。玩右玩右，船上没有厕所的。What other tanah? Ada air tak ada? Tanah tak ada. Oh, tak ada air. Sekarang boleh lah, boleh tunggu lah. Lima, lima. Ini, di depan sana ambil gambar dulu eh. Nah, depan ni ambil gambar dulu, lepas tu baru pulang lah. Oh.这边拍照，然后过去那边，再不给等到速度啊！上船了，上船了。老公，哎，你们坐这边了、啊。没没，我刚空了那个飞机。坐这边，坐这边。我坐这边啊。坐我位置。看一下。哇，这个是哪个厂？我带你们飞要吗？然后我就坐这里第二排，后面可以出去了。开船啦，开船啦！来看过来 ，say hi 一下，say hi 一下，开心不？开心不？开心，开心。我去坐船喽。
路，但是没有的突破啊，我们只是绕不到家，要不了啊。嗨，嗨一下嘞。也不会很多人，一些人嘛了，全都没有坐满。上面是透明的玻璃啊，上面是透明的玻璃，然后中间有一个大电视机，这个就是 speaker 了。好啊，还有冷气的。不错，就要这里可以来做 cruise。如果是假期的话，本地的公民的话是30块吧，大人。如果你没有在假期来就比较便宜了。但是外国人的话，一个人是大人是50吧，外国人一个人是50块钱。你们看一看划不划算咯，做。然后可以在评论那边告诉我，你们觉得划不划算？好，开始走了。因为下雨天不能坐那个就比较便宜。那个他跟我说外国人很喜欢坐的，当然会比较便宜一点。不过下雨天就坐了，全身就被淋湿了。就是这个，就是水上啊，这边拍就很美哦。这就是水上清真寺了，它就是布特加亚的桥。好，我们出发了。Should be one by captain.Emergency exit at the front end and back to squad. Captain on duty is Captain Shami. Putrajaya has been divided into two parts, which is on your right side is the mainland and your left side is the coral island. There are 10 bridges once connected from this mainland to the coral island, and one of the bridges is still under construction.Over there, right, in front of you, you can see our family region. The line of this street is 300 population. The design wa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eet. Now, I'm going to get out of here.带这个运动相机防水的啦。下雨了，进了进了，不行了，雨越下越大了。进去。相机进水了，进水了。
还好是 Action 山啊，不会进水的。下雨啊！天不作美，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现在只能进来里面拍了。啊，这家伙跑来跟我做了。不要拍呀！不要拍呀！为什么不要拍嘞？啊，手刷刷，外面下着雨。你看眼睛，你看我的眼睛，哎呀！这吃东西不懂什么来的，那么大只。看不到天空了。前面那一桌，他说会解释啊，都没解释的。你做什么？来。不要给人家看到，坐好来，坐好来，坐好来。雨停了是不？还没有。看得清楚吗，朋友们？做美，去后面看一下。哎，后面好像没有人影。啊，不过后面没有人影，不过很好。
带我们这样走一下，不错，加油了。这有四个建筑，高楼大厦，四个，我出去拍一下。这四个建筑。看看他怎么来开窗。Boss， 他的本地啊，他的啊，跟他那福建的，福建。哦，这个，但是，information counter dia cakap ada berhenti。Oh， tak ada berhenti lah。Kita kalau ini memang sightseeing saja. Kalau macam berhenti, kita ada waktu taxi lah untuk yang berhenti. Oh， itu yang lain. Waktu taxi yang biru. Itu ada berhenti sini.Oh, saya ingat dia ada berhenti 7 stop kan? Itu waktu taxi. Sekarang sudah mau pusing balik lah. Ya, betul. Okay. Ini saya tidak tahu lah, saya tidak tahu. Itu mahal sikit lah? Tak, itu lagi murah. Lagi murah? Itu...Oh itu dia tak ada ekonomi lah, dia terus. Betul. Saya salah faham. Kalau hujan itu pun tak jalan. Itu pun tak jalan lah. Okay. Yeah.要转头回去啦。原来是那个小船它才有停，这个它就没有停。哎，我们再出来拍，下一点点雨没关系。戴帽你还出来？是有没有气了？下雨了，你懂吗？是有没有？进去，人家生病。进去。好了，进去了。对，有没有？现在我们就要回程了，所以这样走过去。过来走过去大概40分钟左右吧。如果是外国人50块，你们觉得划算没有？你们可以在评论区那边留言。但是当然，如果是没有下雨的情况下，应该是 OK 了。下雨的话，很多景都拍不到了。来，现在给你们看一看前面的啊。乌云密布，啊，这里是挺美的哦。这个在另外一赛啊。
小船在上面。哇，这个清真寺要回到那边啦，看到清真寺啦。前面那个就是蜀山清真寺啦。用你电话拍是用我这个拍，用我这个发给你啊。进去进去进去。出去看风景的话，老实说好像做不划算。出去看风景拍一些照片还可以的。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如何呢？好吧，那今天这一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为止，希望你们会喜欢。记得还没订阅我的观众朋友，记得按赞、订阅还有转发哦。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